应该说刚成立不久最严重，因为最近最严重，后来又长大了啦。最近最严重应该是宰文才会不来看你的演出。对，他们很过分呢。我刚刚那样真的还好，对不对？我还说你们超好，我谢谢。你刚说你那个换脸收到法院是什么的？哦，好像是那个刑事到了不知道几阶段了哦，怎么办？我没有认真看，对，因为我交给律师处理了。对，你自己不用做任何的。对，我不用到现场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要面对那个现场有点太难受了。你要现在花了多少啦？刑事，我记得刑事好像是89万，然后再加一些裁判费什么一个案子，对啊，然后我不会拿到任何钱，因为我只有告刑事，我没有告民事，所以我没有拿球场这方面。对呀，因为我觉得拿这个球场好像也没是你想赚的钱。对对对，而且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新闻，都是我弟传给我的，就我弟弟，对，我弟弟跟我说他在 A 片群组里面看到我的脸，我说他还问我有没有拍过，我说真的没有哎，对他，然后那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现在看到都会尽量避免啦，对，不是很舒服，而且我本人比较漂亮。今天有了吗？哦、这么及时？对，我没有看到哎，怎么样？才五年，啊，100多个人才五年，太短了啦。有二审有被加重这样。已经有被加重。加重才五年。对呀、啊，哇，我。你觉得还可以再多一点？你觉得多长是一个？你们听一个，不要听一个。我觉得我不要再说话了。我通常这时候再说话都不会说句好听的东西。